心地善良，然后很美丽，全部。我比你厉害吧？评价这么高。过去抱一下他。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很委屈吗？没有，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需要好好的跟你道歉，然后抱一下你。常常会有两个自己出去吃饭啊，然后一起做一些就是我们两个人单独做的事情，然后会把艾拉酱托给妈妈照顾，这是我觉得我们学习到的地方。小杰的妈妈是客家人，在家会给我们煮客家菜，我也很喜欢吃，所以我下一个的目标是大肠。僵尸大肠。对，僵尸大肠。现在是在网络上一直在看大肠怎么洗比较干净。生了艾拉奖之后，我觉得小艾非常的辛苦嘛，希望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，然后想要有第二个宝宝嘛。当然现在宝宝提早到来，但我们都是非常的开心，所以算是非常期待吧。Thank you.